发出处处祈祷的声音。主赐你信仰，我信弟兄姊妹早晨，好，弟兄姊妹早晨，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，Hello， 各位弟兄姊妹好吗？咁喺度同大家打声招呼啦，弟兄姊妹翻咗嚟，非常感恩吓。如果你系网上嘅弟兄姊妹，我哋欢迎你。好多时我哋觉得神唔公平，系因为我哋对主权嘅误解。新冠肺炎呢段时间有成咁多个月，好多人都唔明白。我哋系嚟到听，有一个目的，有一个动机，就系我哋要去明白。我要尽我的一生去明白，究竟白夫长的信心乜嘢咁巨大？巨大到一个嘅地步，耶稣话：我在以色列人中未见过。即系话咧，我哋系要信仰上合一，因为我哋有一个爸爸喺天上，系一个家庭嚟嘅，唔可以唔睬嘅，唔可以分开嘅。圣经话俾我哋听，耶稣嚟到呢个世界上，就系要承担我哋应受嘅刑罚，以致我哋所承受嘅恩典。亦都同時滿足咗公平嘅要求。人係徹底唔能夠靠我哋丁點嘅行為而得著神呢份救贖嘅。因信稱義嘅義嘅意思係我哋唔再被定罪，以致我哋能夠同神有一個復和和好嘅關係。一份嘅禮物係耶穌基督俾我哋，係我哋被動地，我哋好不足，好軟弱，但係我哋係安然。接受主的恩典，圣灵的充满。